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名人站，我是 Joanne。 今天重点为大家推介就是 Chanel CF。 Chanel CF 系列入面它分有 mini size， 而 mini size 呢亦都分有 mini 正方形、 mini 长方形。而 mini 长方形呢的 size 呢就是长 20cm， 高 12cm， 阔是 6cm 的。咁佢通常呢会出有绒布啦同埋牛皮系列嘅。而今日重点为大家推介就係呢一款 mini 长方形嘅小羊皮啦。咁小羊皮就 Chanel 手袋係最经典嘅皮革系列啦。咁小羊皮嘅質地呢就较柔软嘅同埋细腻。同時亦都會被譽為像天鵝絨般的材質。而這一款呢袋身是採用了熒光粉紅恆縫構成菱格的小羊皮造成的，它是一個番蓋的開合式啦。內層亦都採用了光滑的小羊皮做一個襯理，宽大的一个隔层入边，它分有一个内贴袋啦，同埋一个拉链大口袋嘅。咁而在大贴袋嘅正中央，亦都印有银色字样嘅 logo。虽然袋身系比较细小。但是装起嘢嚟都非常之好装噶，一个大号嘅手机啦。一个比较厚身少少嘅卡包。睇下里面还有好多空间剩噶，基本上纸巾啊、唇膏啊、少少嘅支搓手液都可以。放到嘅，重点要为大家讲讲就系呢一条，以大胆创意嘅皮革，以金属混搭碰撞嘅皮穿链肩带啦。而呢條肩帶不但在視覺上時髦年輕，但是在佩戴上亦都是兼顧住舒適同埋耐用嘅。而呢一個相思銀色金屬 logo， 不得不說分外耀眼同埋醒目。而这个粉红的维特色，由奢华的小羊皮造成的迷你长方形手袋，显得更加完美。现在就为大家做一个上身示范啦，它既可以侧孭，同埋斜孭。只要动动脑筋，将条带轻轻改动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变为一个手腕袋啦，甚至乎腋下包都可以噶。以一款既能保值又适用于不同场合，更加显得优雅品味的手袋，
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选呢？如果对这个款手都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我 contact 的 WhatsApp 或者 WeChat， 亦都可以亲临来到尖沙咀海旁道名人站。拜拜。